上期节目里我使用了这只05年左右出厂的 Fender 860的金花 Tally， 很容易就获得了坡后期那种标志性的 twang 声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位热心网友又给我提供了另一只金花，这是一把94年左右出厂的金花，显然要比后来出的要高调很多，因为琴体正面的变形虫花纹明显更突出。除此之外，两把琴在音色和演奏体验上并没有太大区别，看来十年过去了， Fender 的品控还是很稳定的。今天我就用这把老款金花来完成这次的 cover。我不要我弹到，我要你弹得。谱子呢？拿来吧你。记得三连哦，么么哒。